这是渡回圈哈，渡回圈里面哈，我们如果要把一加到一百，一加到一百的话呢，那这边用渡回圈哈，我们也是后设，你会发现这地方，也是第一个就是说呢 ，i 等于零哈，然后上等于零，就是说呢，预设我们这个回圈数，然后加总数啊，加总数。那进入回圈的时候呢，第一个我们就先做一个加的动作。那预设值它是零嘛，所以第一次其实是没有做动作的，因为零加零累加起来还是零。那再来这个地方才是加一哈，所以这边才是变成一。进入到这个地方哈，那当这个如果说 i 大于小于等于这个一百的时候，怎么样？它才跳开回圈。所以这里的话呢，我们等于是我们执行看看，结果加起来就是5050。那如果说今天哈，其实主要顺便要比较一下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今天用file回圈来改写，那其实位置要放在哪里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其实哈，要把这个程式的这个部分判断是把它跟渡圈举把它移过去就可以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个是做好的结果。我如果说今天把这个判断是放在上面之后呢，其实结果呢也是有没有一模一样，那只是说后设跟前设。那这一题比较单纯一点，就是说因为我的预设值 i 是零，所以它第一次是不做动作，也就是没有跑任何东西出来，所以也没有累加啦，只有跑但是没有再加它的数字啊，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一样。那假如说我今天要把这个回圈呢改成 for 回圈，该怎么做？其实前面也做过了，没有 for 回圈嘛。那 for 回圈的部分呢，当然第一个我们要初始值，好吧，来这边我已经做好一个啊，也就是说呢，我第一个也是初始值，有没有？那假设我要把这个加总从1到100的话呢，那这边就把条件呢设为什么呢？设为小于等于100的情况下的话，它就继续回圈哈，然后这个地方后面就是我要做动作是 i 等于 i 加一或者 i 加加也可以哈，那再做一个加总，那最后的结果呢秀出来也是一样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加总也是5050，所以这里的话，我想你们可以试试看哈，就利用这个范例啊5×20的地方，并且哈把这个程式稍微改写一下，那了解一下渡回圈，渡回圈跟file回圈之间的差异，放的位置哪个地方该怎么放，再来呢跟for回圈之间的一个关联，那至于这个地方怎么去利用这个for回圈呢做加总啊，那这三者之间呢实际上只是说你的条件放在什么位置啊，结果其实都可以做得出来啊，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啊。